我听啥呀？我自己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你好，去哪儿了？你好，你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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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里？李阳，李阳，你叫他管我，我们要管，叫他是谁吗？梦想中的妹妹。 真甜啊！我就是那种铿锵有力的。嘿，一字一定有。我唱。我把前面的。在干什么？我真的演的你爸爸，你问导演吗？ 他谁呀？演的你爸爸呀。那是你爸爸吗？叫梦莹莹，好不好？叫我一声给你个梦爸爸啊。嗯。这个骗子，这都太幼稚了。